林志玲宣布当妈后，广告小妹发文说，林依晨有被拍到怀孕大肚子，林志玲高龄怀孕却没被拍到，一定有猫腻。暗指林志玲找了代理孕母，话题炒了几天，林志玲没有针对此传闻回应，不过四日她出现了，在发文下悄悄地回复每位祝福的好友，几乎每个回复里，志玲姐姐都放了哭脸图，看得出来她等这一刻真的等了很久。回复艾拉时还用了姐姐，回复怪兽时打了勇勇爸爸。看到林心如留了爱心，不忘喊她 Rose 妈妈，调皮的逼问她凶手是谁，让林心如又秒回你先好好带小孩乖，可爱对话也逗乐大家。而且也被发现志玲姐姐 tag 每个人都精准没漏掉，这个贴心小细节曝光后，大家也赞她总是可以用高 EQ 化解，真的是没有爱错人啊。